你好，我是亚蒂斯。在这个冥想当中，我要帮助你入睡。入睡并非意味着关闭你的思考，关闭所有念头，因为这是不可能的。也许你会觉得睡眠困难是因为光线或是噪音，但实际上头脑很聪明，有能力消除这些困扰，甚至这些声音还能帮助你入睡。你想要放下一整天的生活带来的烦恼、忧虑，想要晚上好好的休息，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找一个姿势，躺好，准备入睡。当你躺在床上，确保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再打扰到你。只要通过专注冥想，一切都可以变得更加舒适。